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SBS Live Show. This is Your Speaking. 大家晚安。OK， 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卡马龙。那么今天跟我一起实况的依旧是两位专业配音员啊。两位？不错了，一位而已。啊，是没有配音啊。一位而已，对，一位而已。兔子安安，好啊。那我们昨天是拿到那个嘛，拿到小钥匙之后，银钥匙，然后要去开那个。OK。哎、欸，对，没有跟 Selina 打到招呼哎、欸，阿南，我吓死我，我以为又遇到那个哎、欸。等一下你就知道我，继续走。你看摇整个超强有没有？等一下你就知道，你继续走就知道。妈呀，给小了！我遇到我就打我，我遇到我就打你。不是那个、啊，讲错了，不是那个啊，不然呢？继续行，继续行。哎，你就知。摇发动攻击。也不如我好啦，安安哦，安安用变声器。哈哈哈哈哈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卡马龙。你刚起北七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讲什么？你马都北七。因为我刚听到什么？兔子敲碗。哦，小奈狂暴，小奈狂暴。为什么你们随便一弄都是三位数以上的？完了，兔子要哭了，他只有个位数哎，糟糕。强哦，那個、你根本。跟作者抗议这样，根本没给他装备啊！作者，有人不理我。作者，撤退是徒劳的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啊，这个上一集如果没来看的，这个是 boss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 boss 会摆在路边，然后被我遇到了。你看，逃不掉啊，逃不掉啊！阿比倒下了。哭哭啊！我也倒下啦！哦，妈呀，神魔啦！噗噗！为什么就偏偏被我遇到啊？就跟你说，我是西河英哥，呵呵。作者不在啊！因为你对不起我，法师。哎，你是不是诅咒我？我怀疑啊。耶、yeah, ！这是要逼我走一步记录一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走一步记录一步，走一步记录一步。没办法，网这么好过，玩个一个月都还没玩完呢、啊。我也觉得，这已经是法师在诅咒的。谁叫你都不理我？对哦，还有拿铁，我也没跟拿铁打招呼，对不对？炉铁，没有拿铁，拿铁啊，那呢？法师田里有什么？有你们，有小爱，哎、欸，的头，头，南瓜啊！哦，吓死我！我把你吊起来打，什么猎奇？我把你吊起来打，我说真的、哦，来啊！给的你就呆，安娜，你就后悔说为什么刚刚这样子做？你北七哦，就呆就呆，逗威啦。不带一个灾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yeah. 欸，哎、欸、什么？为什么？哎、欸、什么？你暴雪根本还没拿到，上次我想讲不是这个，不然呢？我还哎、欸、是吗？可是我上次记录的时候拿到了呢。啊呵！你是不是后来死掉了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可是我只有离开那个图而已啊。嗯。就再去找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说不定你读取的地方根本真的没拿到。啊、真的吗？我带你去找啊！我不信，我要在这边记录一个。叉烧一杯。哎，为什么？哎哎哎！狗面吗？啊，不是。你该不会开错？弹头说要什么？啊？弹头说要什么？他说要小钥匙啊。你拿的什么？银钥匙。他小吗？你真的很垃圾。再去跟他那个吗？就是再去跟他讲一次，接一次任务这样啊？对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接任务怎样，我没用过。
哦，你去看哪里拿的，再去找就好。哪里拿的？等一下、哦，我记得那个 HP 延续那个。没掉卡。北七哦。这个吗？哎、欸，他没有办法这个那个啊 ，HP 延续那个啊，这样我第二个就打不开了。没有啊。啊 ？HP 延续，你没有 HP 延续，呵呵。没有啊，刚打开之后就没了、啊，当然没了。那你完蛋了。为什么？拜拜。真的假的？他说只要过图就会哦。悲剧。哎、欸，这也太那个了吧？这根本是 bug 好不？你看。这边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当初玩没这个问题啊。哎、欸，太过分了吧！这是要我一次全部打开才可以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哦。哎、欸，大哥，作者跟我打架，快点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我那个有存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读一下这个。如果第一个的话，第一个应该就对啊，作者。对，这个是哎、欸，对，这个还有一个 HP 延续，好吧？你让我一次拿到啦，不然等一下我那个又不能。小钥匙到底在哪里啊？找啊！我怎么在吼？找啊！我就是要下去。到底是哪里啊？找啊！昨天给绿有找到吗？有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然你就想一个地方嘛，有个地方你进去，你不是有一地方想进去可是锁住了吗？想进去可是锁住了。你找想有个地方就是进不去啊，想想要死才可以看。是自由之城啊，不讲了你就知道了。你找卓一打架应该打输吧？那你慢慢玩啊，不然真的要30分钟就结束了。这个、哦、门锁住了，好吧，那就慢慢找。来来来，你来。我今天在扫地的时候夹到一袋凤梨。啊？夹到一袋凤梨。什么夹到一袋凤梨？扫地的时候，夹到一袋凤梨。你哪来的凤梨啊？啊，就人家村的蛋底下给我们那种感觉。哦，叫你去吃吼。嘟嘟，门锁住了，大概。那个很不卫生，那个垃圾满地哦。都把那个脑袋。到底哪一间锁着？我已经忘记了，你知道吗？昨天的东西。在那里啊。那个看不了。哪里的？裡啊、门打不开。这个、哦，还难死你啊！这个他会不会自己使用啊？会啊，会啊，好吧。大概吧。哎，会啊，反正他不用开包包去用就对了。哦，他会自动触发就是。哦，他这个真的做得很。打掉了。你吗？他说那里不开放啊。买那里啊！你要拿钥匙戳他、哦。我今天听够多来了，不要再来了。好、哦，好了。来，你来，来白木哦。兔子都不理我。所以哦，我有理你哦。所以法师，你可以跑快一点，腿那么短。我这里自由之城都找过，所以应该不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啦，这边就一定要被迫再记个路啊，不然等一下用那个过图就没有。所以哪里锁住啊？好吧，算了，就都晃一下吧。哎、欸，屁啦！到底为什么啦？嗯？是怎么这么夸张？不不，是怎么这么扯？你是调100%让我遇到是不是？作者，你可不可以让我100%遇到那个叫什么万年千年灵魂石？不要让我遇到这种东西好不好？再加就50%啦。没有啊，我没有那种东西齁。我你那个是买点来的。对 ，boss 满地盘，那人 boss 设在这种鬼地方 ，boss 满地盘。这什么形容词啊 ？boss 满地盘。对啊，今天运气是有多好？快点，我今天要讲一个数字，你们签乐透。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啊。啊？就那里啊，很好找啊。锁住的，我想再把事情。不要再。真正不知道在哪裡对啦，是啊，你头发烧起哦，你有听个歹秘密是嘞？哪里？这个吗？我也知，那个是 boss 哎、欸、，boss 哪有这样满地爬的、啊？
Boss 满天下，真的、哦。哎、欸，他在，哎、欸欸，对啊，你那，哎、欸，你我开台到现在，我已经遇三次 Boss 了、欸，才几分钟，十八分钟。他跟你讲说 ，What does the rap？ 哈？看他爸爸跟你讲说钥匙在要开在哪？好啊，你问他。不要啊！我再找一下。要快讲，等等我路上可以去买。哎、欸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等一下那个没有中，你们全部来找我勒钱。勒钱以上。锁钱吧，一样啦，懂意思就好了啦。勒钱，勒钱。哎呀，干嘛？我要勒钱。去啊！我要勒你的钱。北西哦，到底在哪一间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啦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为什么就不去那间呢、欸？哪一间？哪一间？我真的没看到你说的哪一间。这个吗？你要到底说哪一间啊？啊，不然呢？你到底说我不去哪一间？就哪一间啊？你根本在晃点我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刚兔子说什么？要安娜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直接看你的台，还比看你那个 Google 分享还顺很多哎、欸，好棒哦！哦，好好，你 Google 超卡的，真的假的？你台很顺啊。带王子，是哦，那可是这样子你们就没办法配音了、啊。嗯，等下那个词延迟多少、啊？十几秒吧，我没有测哎、欸。进去了，哎、哦、呦，彩虹妻子的房间了，原来是在这里哦。不来就是不来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蓝旗。你有什么方法测啊？啊？什么？没事。什么东西？你都不理我。我肚子饿了，有吃的吗？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吃的？没有的话就少来烦我啦。可是这样你们就没办法配音了、欸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、喔，大家等我们一下下，等我们一下下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画面弄那个。22秒。我把画面弄低一点，啊、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哦、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好，我刚只是把画面分享给他们，所以你们不用在意。我今天如果超过十次 BOSS， 你就送我十颗魔法石，吃屎吧！我自己都没有石头了。紫砂，我叫做紫砂，请多指教。你们这样还会累个吗？就是分享那个。哇，那你才多几步路，还是蛮卡的。大哥哥、大姐姐们是出来旅行吗？不是，不是啊、哦，我们是要去找希望之果的。啊，是这样啊。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不过去问卡洛特爷爷，说不定会知道什么哦。卡洛特爷爷，去找他吧。啊，谢谢你，智商。不客气，卡洛特爷爷。卡洛特在哪里？我也忘记了。菊洛尔，你好，我叫菊洛尔，我最喜欢打架了。法师你看这里啦。不过最近偷偷去学剑的事，似乎被妈妈发现了，好烦、啊。出现了。我知道，孩子都在啊。打的。哎、欸。嗯。这里有七个人吗？白皙，我一直很想出去看看，因为我不服七彩的家庭，所以一直跟这个家不合。希望大哥能够带着我一起走。你们的大哥不在了吗？身为白发不是你的错，怎么办？要选哪一个？嗯，哦，卡洛特要等更新版啊。你们的大哥不在了吗？他很久以前就走了，兄弟妹当中只有我跟绿卡斯见过他。大哥跑出去了，他是要去找卡洛特爷爷。为什么要去找他呢？我也不清楚，但是绿卡斯说他是去冒险了。找卡洛特爷爷只是个借口而已。等一下，兔子，我重新分享画面给你们好了，再试一次。我能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、欸，我再分享一次就好。我都给他。等一下哦，你们等我一下哦。法师，你是铁巨人吗？好了，什么铁巨人他？好了好了，你可以动一下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了解了。找卡洛特爷爷只是个借口而已。这样啊。你们好，我叫做黄范，不是我自豪，我最会的就是弹钢琴喽。那边那个钢琴就是我的。都不理我。我发现他每个人的家都有钢琴哎、欸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们还会那个吗？现在？不理我就会。比我刚刚好一点啊。哦，好好啊，你们好。可是还是这个。特地我就会啊，现在还是不理我、啊。怎样啦？你要干嘛啦？理我。好，我理你。嗯。你管你管。继续啊。特地把我藏在外头的钥匙找出，然后进我们房间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讲话真呛，是你自己乱放的吧？小屁孩都不给配音啊、哦。好好好好，来你配你配。我没说。那兔子配。就应该是你吧。哦，绿的是我，那个是我为了忘记才放，有什么意见吗？ Yeah! 所以这里有小钥匙是不是？嗯，
欢那个大柚子。反正我们是念错字吗？啊？嗯。Mina 安安呢？有吗？有 Mina 吗？有 Mina 安安。自己就是清楚。哦，我知道，你刚刚念字念错了。我念错哦，怎么了？伊雷里吉尔泽院。黄饭。黄饭。黄饭。我还真的没注意到哎。我有注意。哦，你哦，黄饭来了，黄饭来了。你想弹钢琴吗？好啊。看看而已。好，再一次。哎，我跑过来，好可爱哦。请问要切成什么音乐呢？轻快 A， 轻快 B， 活泼 A， 这样。黄饭，谢谢你的安慰哦。所以这里有小钥匙吗，大哥？有啊。好吧。也不不问税。这个纸也不能看，对不对？嗯嗯。好了。我知道啦，哦哟，我就故意的嘛，就想要念错、哎、念哈。今天晚上我要吃黄饭哦，然后你要跟我爆饭是不是？有一个整，有一张已经很很旧的简报，上头写的是啊，你看到很旧啊，上头写的是卡马龙的由来。嗯，我知道啦，念怨了。掉出什么？稍微碰一碰，突然从中掉出了什么？有一封奇怪的信。嚯、哦！为什么不直接掉钥匙就好了？你在那边跟我奇怪的信，你直接掉钥匙给我不是更好吗，大哥？如果你能把那个钥匙变，一封奇怪的信到底是谁的？谁的？妈，法师的情书。啊、哦！所以是要去找卡洛？哎，他说改版之后才有啊。对啊，那个卡洛特。所以信是谁的？认不认得卡洛特？在自由之城吧。我说你认不认得？你说他在自由之城。我不认得啊。啊！哎，这个拿去。嗯？哎，为什么？好莫名啊！哎，所以兔子看画面不会那个喽、啊。这个是龙老师的钥匙，从这里往上走会看到一个海港。龙老师在六年前给我这把钥匙，要我有时间去找他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想做什么，不过我想龙老师应该能帮你们。怎么会突然把给我们这把钥匙？这封信是空军令，被我哥藏起来了。我一直很想去找去，而我一直很想去空军，当做你找到的谢礼。反正我应该也去不了了啊！谢谢你，也找到了，我们厉害，有哈。嗯，好不好？这边可以拿那个银钥匙去戳那个小钥匙的洞哦。所以我现在可以过去了吧？不要跟我说后三个又打不开哎、欸，直接无视我。啊？鸟都不理我啊！刚刚说他拿银钥匙戳小钥匙的洞，你就刁我，你还要我理你什么啊？我还要说哦，我被你刁了，我好开心哦，这样吗？对啊。蛋蛋，作者一定跟你有仇。啊、如果攻击打得赢吗？当然打不赢。那你以为他在气什么？我决定做，不管那个、开门之前还是最好存档，最不重要。好，不然爆炸你就哭死了。哎、欸、，YM 老师、欸，哎，又来，对啊，气死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东东啊？啊？到底是什么东东啊？叫人家东东好像不太好哦。不是啊。不啊，对啊，你叫人家什么东东啊？这代什么司机啊？你说 YM 哦？还是他是北北？不是，他们是那个对血压飙高。他们，他那个啊？你跟着他们？没有，他就是那个。讲话啦！啊？讲话、啊！我在讲话啊！刚才就停住了。没有啊，我刚刚讲什么我忘记了。好，你快讲，你快讲。我已经忘记了。我刚刚问 YMKFT 吗？不然问你哦。他叫做 Yoko Mikasa， 然后他的简写就是 YM， 然后 YMKFT 是他们团体的名字，这样吧？你还想起来你？这样够详细吗？法师沉默了。嗯。你说布布鸟为什么？卡洛特爷爷，这是老人。法师，你什么时候才要进化成会清枪清枪清枪？他就好烦了，一直遇到 BOSS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过去了吧？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了、欸。哦，要再去跟他拿画卷是不是？这真的脱台前呢、欸。
你要不要都确定好都有了？啊，都确定好都有在存档就对了。你要贴在那边。好了，好像似乎没有。第二个上公维啊，力。哎、欸，对，你知道我昨天终于知道 homo 是什么了？你知道 homo 是什么吗？我有点莫名的印象，可是想不起来。我只听过 homosexual。不是 ，homo 是日文啊。嗯哼。现在到底是 homo 是腐女啊？哎、欸，竟然。满地的腐女啊！你不是在讲实况界吗？嘟嘟。对啊，那个跟他讲都问问好了，好了，因为啊那个，啊，这个就开一开了啊。OK， 请把作弊书给我好吗？没有，啊、这张又要读档了，张又要读档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都问问呐、啊，哈，每个人都问问呐、啊，每个人都问问，不然他，你家作者。都说你家窗户很可怜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他这边到底有几扇门要开啊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总共有六个东西哎、欸。我现在有、啊，我现在有前面三个了，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后面要什么、啊。他后面该不会要什么轰天画卷之类的吧？看起来，看那些像可以开的就用下去了。少女一，哎，冒险者 D， 喂。不会、啊，我很大，只是那个咬床都迷路而已。不是迷路，是我不记得，好不好？还不是迷路？不是，那不一样。你记得路你会走吗？会啊。你失败应该说，你输了。我不理你我。哎，讲不赢就在那边，我不理你。赢着。哎哎哎，那你后面去哪摸来的？纳米哦，看米娜。哎，昨天那个装扮怪眼熟的。作者出来讲讲啊，那个装扮怪眼熟的。你是看到什么了？没有，就刚刚那个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对啊，实况界真的很多那个。我想吃饭团。Homo， 少女第一，今天天气真好。你现在连游戏进度的四分之一都还没到哦。哈哈哈。我想吃饭团。去啊！你是天使族？为什么那么惊讶？这就冰岛过来就是你啊！冰岛过来就是啊、哦！我就不能是那200人的一员吗？